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现在这里有个四边形，好，然后A 现在这是一个60度角。接下来呢，他说B 跟 D 都是90度，好，所以这里是90，然后这边也是这个90度。他给了呢这个 AB 的边是这个4，好，那还有这边是那个 C 跟 D，这边是2，那要求这四边形的面积。好，那对于这个图呢，很多人可能会想要连 AC 线，但是连了 AC 线呢，你就会把这60度破坏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题呢，其实看到90、60，就想办法把它延伸。好，延伸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大的，好，30、60、90的三角形。啊，这里是4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好，把这个点叫做一。那这边的长呢，就会是8。好，那这边是4。这边的长呢就是4根号3，但是这边是30、60，好，这边是90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从这个2，那这一段呢就是什么？2乘好，这边2乘根号3，那这段的长呢就是什么？是4。因此，ABCD 的面积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？三角形那个 ABE。减掉这个三角形 CDE，那 ABE 的面积就会变成4乘上4根号3除2，那 CDE 的面积呢是2乘2根号3除2，因此是8根号3减掉2根号3就等于6根号3，所以答案呢就是这个选项 B。此题的关键就是看到这个60，看到直角，那想办法呢制造一个30、60、90。好，接下来用1比根号3比2，就可以解决这道题。